生集体大乱斗，这是新竹县宝山乡知名竹科大厂里头的工地福利社，这群工人突然爆发肢体冲突，大打出手。那么当时甚至还有人抓起塑胶椅猛砸，场面相当的混乱。工地福利社两方人马互相推挤拉扯，冲突一发不可收拾。场面真火爆，有人打到工地帽掉地上，甚至有人拿起塑胶椅就是一阵猛砸。现场一片混乱，连旁人都阻止不了，这火气怎么这么大？大家都是可能工地上，可能大家都和气生财啊。比方说为了这种一点事情的话，打成这样，真的。感觉真的心里很不舒服。冲突地点就在新竹宝山乡，近期新竹竹科知名大厂在进行新建工程，不料有群承包厂商工人在工地福利社突然爆发肢体冲突。调查后将通知相关人等到案说明。竹科知名大厂扩建计划，除了包括研发中心办公室，还有二奈米的晶圆厂，预估2026年会开始量产投入市场。这回却有工人在工地上演全武行，究竟为何共事好同伴反目撕破脸，还有待警方厘清。记者新竹综合报道。